他很轻的，啊，是我看能看出来，他很轻的。贝拉但是就没有那么轻。娜娜，安安，你把那个灯打开，让我那视频照更清啊，对。哎呀，那男的玩的蛮好的，两只小母狗，都把它扑倒了。哎哎，贝拉加油！娜娜蛮轻，他去，他压人家头，哇，打得太厉害了！哎呦，还站起来了，这小玩意儿，能不能跳到他背上去？哎呦，这小玩意儿好好笑。但是他还是这个大狗还是有分寸的，嗯，他并没有，他没有分寸我就揍他了。你看我，贝拉要上去。好厉害的贝拉。